今天很累，我应该怎么做比较好？你应该早一点。玉霞他说什么？你应该早一点。他很累。那这个人说，我觉得今天很累，我应该怎么做比较好？那 A， 你应该早一点睡觉。非常好，你应该早一点休息，你应该早一点睡觉，很好。我觉得我的功课很多，我应该怎么做比较好？你应该早一点，美香，我觉得我的功课很多，我应该怎么做比较好？你应该早一点，我的功课很多 ，homework， 我的功课很多，我怎么做比较好？你应该早一点写。对啊，你应该早一点写功课，因为功课很多，早一点写，写好功课，没有功课，对吗？早一点写功课。那我想一下还有什么，好 ，OK， 那就是早一点睡觉，那功课很多，早一点做功课，或者是如果你今天很累，你想喝咖啡，你应该早一点喝咖啡。那如果你很晚很晚喝咖啡，你可能不能睡觉。好，再来，请问你偶尔做什么事？我偶尔去爬山。好，你偶尔做什么事？记得偶尔吗？ 30%， 我偶尔，每项，韵霞请说，我偶尔。我偶尔，有吗？很多事情。你总是去电影院看电影吗？我总是去看电影。我总是去电影院看电影。好，那你总是吃宵夜吗？我偶尔吃宵夜。我偶尔吃宵夜，非常好。好，这是偶尔。好，为什么我们需要早睡早起？好，为什么人需要早睡早起？美香，为什么？如果早睡早起，很早睡觉，很早起床，你的身体怎么样？身体很健康。对，如果需要早睡早起，我们需要早睡早起，因为你的身体可以很健康，非常好。对，我觉得很早睡觉，很早起床，很多人身体很好。对，如果很晚睡觉，很晚起床，很多人身体可能不好。好，这个字是你生病了，如果你一直咳嗽，一直咳嗽，你可以怎么做？玉霞，如果你一直咳嗽，你可以怎么做？可以吃药。可以吃药，非常好。或者是去医院，美香去医院做什么？去医院。去医院 ，hospital， 去医院看医生。非常好，你可以说去医院看医生，也可以说去医院看病。看病也是就是一个 doctor， 看病很好。秀丽的microphone 还好吗？你可以说说话吗？我去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还是没听到你的声音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，没关系，好，等一下我会问你，你可以打字。好，这是第15课，我们今天看第16课。上个星期我们说到第16课要介绍生肖，那12生肖我们第一个学的是动物，那我们有很多动物，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？秀丽请你打字，我最喜欢的动物是哒哒哒。那韵霞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？我最喜欢的动物是蝴蝶。蝴蝶非常好，对，你记得蝴蝶，很漂亮，会飞的蝴蝶。好，再来，美香呢？我最喜欢的动物是
koala is it? Koala 在这里。无尾熊，非常好，无尾熊，好，这是我们上次说的。好，那再来呢？我们介绍了生肖，这是中国的生肖，那有什么呢？来，请跟我一起念一次哦。鼠、牛、虎、兔，来，一起开麦克风，来，美香跟韵祥，请说鼠、牛、虎、兔。鼠、牛、虎、兔。龙、蛇、马、羊。龙、蛇、马、羊。很好，猴、鸡、狗、猪。猴、鸡、狗、猪，很好，这是十二生肖，有十二种动物。好，鼠、老鼠、牛、老虎、兔子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子、鸡、狗、猪。好，我们上次说了这个是十二生肖。好，请问这是什么？美香，美香在吗？嗯，鸡，鸡，它是鸡，很好。韵霞，它是什么？Where are you？ 这边，这边，这里，这个。哦，狗，狗，很好。那这个呢？美香。猪，很好，好，对，这个是猪，对对。那这个呢是老鼠，所以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，它是十二年一次一轮。好，比方说今年是什么年？今年是2022虎年。那2023 20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好，它会一直 circling， 好，会一直循环。好，所以这是十二生肖。好，记得哦。那韵霞他是谁？他是龙。非常好。美香他是谁？羊。羊，很好。我再看有没有哪一个。他是啊，韵霞他是谁？兔，很好，兔子的兔，非常好。OK， 好，那好，很多生肖呢，比方说鼠，可是我们看到的时候，我们不说啊鼠，我们会说老鼠，这是它的名字。那十二生肖是因为很多动物都是一个字，我们想要念的很快，它是龙，它是鼠，它是虎。对，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动物的时候，它有两个字，比方说它是老鼠，只有十二生肖我们叫它鼠，或者是我属鼠。对，那我们上次看到了大家是哪一年出生的，老师是1990年出生的，所以我属马，1990年出生，我属马。那美香，你是哪一年出生的？你属什么？我是美香，请说。我是1998年出生的，我属虎。我属虎，非常好。哦，今年也是你的年，对对吗？今年也是你的年。哦，虎年，很好。那有的人说，如果今年是你的年，你很 lucky， very very lucky。你觉得对吗？你很幸运吗？I just got my work. I got job. 好了，真的，太棒了！我有工作了。I have it. I change it. 我有工作了。恭喜你，恭喜你。谢谢。也是你的年，不客气。你很棒。好，再来，韵霞。我是什么年出生的？我是2001年出生的，我属蛇。很好，我属蛇，非常好。秀丽，你可以打字吗？你是哪一年出生的？你属什么？我是秀丽，打字，秀丽加油。太平，我最喜欢的动物是马，非常好。那秀丽，你打字，你是哪一年出生的？你属什么？
你们知道你爸爸、你的妈妈属什么吗？美香，你的妈妈属什么？我的妈妈属蛇。属蛇，非常好。蛇，我们记得蛇长这样。属蛇，很好。秀丽呢？你的爸爸属什么？不是秀丽，韵霞，对不起。韵霞，你的爸爸属什么？我的爸爸属牛。属牛，很好。好，那你可以说今年是什么年？今年是牛年，今年是虎年，所以2022年是虎年，2023年是兔年。好，非常好。好，秀丽加油，要打字哦。我是什么什么年出生的？我属哒哒哒哒。好，秀丽加油，秀丽打字。好，那等一下老师会看你的 messages。 好，再来下一个。我们上次说的是银和书，好，比方说剪刀石头布，银和书。那我们试试看哦。韵霞，剪刀石头布准备好了吗？韵霞，好了，你的手在吗？好，剪刀石头布。 OK， 好，一样，再次，剪刀石头布。哎，还是一样，再一次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老师是剪刀，老师赢了。那韵霞是布，韵霞输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会有赢和输。好，我是2005年出生的，很好，要说出生的。好，是出生的，非常好。好，对，那2005年出生的属鸡，你属鸡。好，所以秀丽属鸡，非常好。好，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有寅和戌，对，为什么说寅和戌呢？因为有十二生肖，有十二种动物，他们参加比赛。好，这个是参加游泳比赛，这是参加唱歌比赛。哦，他怎么了？好，没关系，参加唱歌比赛。那你也可以参加篮球比赛、足球比赛，参加什么什么比赛。比赛有人赢，有人输。第一个我们说第一名，然后有第二名，然后有最后一名。那十二生肖一共有十二名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名，第一个，最后一名 ,the last one, 最后一名就是第十二名。好，十二生肖是第十二名。好，那第十二名是谁？是猪，猪是最后一名。好，再来，我们刚刚说到了是最后。好，我们最后一次上课是几月几号呢？韵霞，你记得吗？最后一次上课是几月几号？最后上课是六月二十四号，没错，六月二十四号我们要考期末考，也是我们最后一次上课。很好，再来，十二生肖哪一种动物是第一名？哪一种动物是最后一名？好，因为美香不在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哪一种动物是第一名？哪一种动物是最后一名？好，因为老鼠是第一个，它是第一名。好，那猪呢？它是最后一名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今天会看它的故事，看它的 story， 然后我们知道为什么它是第一名，它是最后一名。好，再来下一个。好，这个字呢是每。好，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人。Everyone， 每个人。好，每个人都喜欢睡觉。哦，我觉得每个人都喜欢看漂亮的漂亮的风景，每个人都喜欢穿好看的衣服。好，哥哥不喜欢喝咖啡。来，我们请美香说说看，哥哥不喜欢，他觉得哥哥他觉得没一种种，
咖啡、嗯、咖啡都很酷，很好。什么是种呢？ Different kind、啊、比方说十二种动物， Different kind， 对， Different type， 对不对？有猪啊，有牛啊，它们都是动物，可是不同种。那咖啡可能有有 A 咖啡，有 B 咖啡，有非洲的咖啡，有西班牙的咖啡，好，不一样的咖啡。好，三，你每天都看书吗？嗯，韵霞，你每天都看书吗？我每天都看书。非常好。美香呢？你每天都看书吗？我每天都看书。哦，非常 好，大家每天都看书，很棒，很好。好，然后最后一个，我们班每个学生都是印尼人。对，在台湾的学校，那很老师的班，有的学生不是印尼人，那有越南人、日本人、韩国人都有。所以你可以说，我们班每个学生都是女生。我们班每个学生都是女生，我们班每个学生都很漂亮，我们班每个学生都很聪明 ，smart。我们班每个人都很的的的。好，那你可以说，我每天都做什么？我们来讲讲，老师每天都看 Instagram。嗯，老师每天都看 Instagram。那你每天都做什么？韵霞，我每天。韵霞，你每天都做什么？我每天都 anything。老师每天都看 Instagram， 那你每天都？韵霞在吗？哦、oh, ，I'm sorry, I'm still here 。没问题。我每天都用手机。好，非常好。好，我说韵霞在哪里？好，美香呢？你每天都做什么？我每天都吃午餐。吃午餐很好。秀丽，你每天都做什么？请你帮我打字，因为你今天的麦克风不好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，你可能明天，不对，下一次上课你可以看看你的麦克风。你每天都做什么？好，你每天都跟家人说话吗？你每天都跟家人说话吗？美香，嗯，今天还没。嗯，好。那说今天我还没跟。今天我还没跟家人说。说话。说话。对，我们一定会说跟谁说话。很好。好，秀丽，我每天都玩手机，非常好。啊。你们都很年轻。老师小时候。When I was young， 老师小时候没有手机。我小时候每天都看电视。我，对啊，对。那你们小时候已经有手机了？有手机了吗？应该有，应该有。你们小时候每天都做什么？美香，你小时候每天都做什么？嗯 ，Do you remember？ 你记得吗？没有手机的时候，你每天都做什么？嗯，没有手机的时候，我常常玩和我的朋友。哦，常常和我的朋友玩。我常常和我的朋友玩。非常好。韵霞呢？没有手机的时候，你每天都做什么？没有手机的时候，我常常看朋友骑 ride a bike， ride a bike， 嗯，骑，我们学过吗？骑脚踏车，嗯，啊，脚踏车，嗯，车车车，非常好。对哦，好，嗯，没错啊。我小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每天都看电视，那我也跟我的朋友一起玩。
没错。好，这个是每 every day 每一天 everyone 每一个人。那你也可以。